Welcome to Interesting， 我是你们的青衣。现在的人们，尤其是一些上班族，因为久坐患上颈椎病、腰椎病之类的疾病，也有因为工作压力大而患上焦虑症、忧郁症之类的，所以下班之后的放松和休息就变得十分重要了。就在前段时间，美国一位设计师表示，他们所研发的一款沙发可以缓解这些症状。据了解，这款沙发名叫 Moonport 的豆袋沙发，可以自由的变形，用户只要躺在沙发上，不管是什么姿势、什么角度，都可以感受到仿佛失重一样的感觉。大概是躺在沙发上就可以感受漂浮在外太空，但又没有失重带来的那种压力感吧。在没有人使用 Moonport 的时候，它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大型椭圆形抱枕，但是从外罩开始它就已经有所不同了。外罩用的是方便清洁的混织纺物所致，可以将内胆完全包裹在其中，而沙发内部的内胆里面全是特殊定制的高密度微珠，这些小珠子可以随着人们的姿势变动而在其中自由流动，让人们躺在上面的时候可以感觉到仿佛和这张沙发完全契合在一起。而这些珠子虽然十分柔软，但是因为密度高，所以完全可以支撑人体的重量，内外结合就可以完全实现沙发的自由变动啦。而且除了躺着，这个沙发也是可以半直立的，只要坐在上面的时候将屁股往前挪一挪，沙发的后半部分就可以翘起来了，人们就可以靠在上面了。 Moonport 的设计师说，在设计这款沙发的时候，就是采用了治疗抑郁方式中的漂浮治疗法来产生失重的感觉。因为这种漂浮治疗法价格十分昂贵，并不是人人都有条件去尝试的，所以便设计了这样一款用途体感一致的沙发来造福大家。现在已经有超过3000名的小伙伴们在众筹网站上筹款，金额高达78万美元，约人民币516万元，比当时众筹目标金额高出了36倍多。不知道你会不会支持呢？欢迎走进 Interesting， 好吃好玩有趣逗逼的东西我们这里通通都有，没时间解释了，快上车。